能跳多高？这胖子的身体是什么做的？这么灵活，对方上来就抢攻，别乱了身脚。黄忠，按赛前的既定战术。收到。第一魂技，是一扎刀。机会。第二魂技，影之道，他的力量好强。第一魂技，灵魂出击。接着我一发灵魂冲击，还能立即调整姿势。他的武魂似乎能弱化灵魂冲击的效果。该轮到我们反击了。先发制人战术被破了，我们要给队长争取时间。晚了，第二魂技，邪神之光。两个废物这么快就败了，他的第二魂还是千年，实力是这组中最强的。我还是先对付这两个，干掉他们以后，再全力对付手下的那个，胜算更大。第一魂技，影之刃。接住潇潇，大乔，